的结束。赶快了，烟火要开始了，烟火刚才结束。等会我们没有录到开场呢，烟火就放完了。而且我们还没相聚，烟火就结束了。是谁害的？我都还没跟烟火拍照，那我就跟放完烟火的拍张照吧。好，耶，三，耶，烟火结束了。那我们还是有捕捉到一些烟火的画面，就让我们来看一下。近的是费尽了千辛万苦赶上了烟火，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小闹剧吧。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就说你要去后面那里才看得到啊。好多了吧？完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段烟火画面一定不好看，我们直接截网络上的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千辛万苦，真的不容易，而且人超多。